今天石博寺的小山包啊，那是热闹非凡啊！看这山底下停多少那车啊，再看上边多少人。平常这些地方那都是狗不拉屎、鸟不生蛋的地方啊，现在是人山人海啊。看见没有？走。哎，到处摆的和田玉。小集市啊，自发形成的一个市场啊。这是有一家，妈上这个动作，看到没有？这块猪蛋差点。前边就是山啊，这只是说一个山区边缘的一个小山包啊。你像底下就是赵河啊，看见那河了没有？啊，那就是石佛寺的河啊。人说，人称。什么玉龙喀什河啊，石佛寺分河啊，说的就是那条河。你们看看，这就是。来，咱们看一下你们喜欢哪个？没点关注点那个，都没点赞，别走。这个都出力了嘛，那个才在家呢。对，要高品质的，有晚上我给你看啊，要高品质的肯定有，晚上我给你看。这个180。荒郊野岭。说说你在哪？这个地方你看。怎么样？人气是不是很旺？你现在都出来还钱，你看见那俩？看见那俩？看谁弄的呀？哦，有直播的，有挑货的，直播的比较多啊。这些品质都可以的。看看这烟火气。比较接地气的地摊儿啊，虽然说品质一般啊，但都是真的真货。小心什么货品能说啊？看看。开张了，卖钱了啊！来，后面一两个摊位。这个品质一般啊，价格很便宜，品质一般。
紫料原始。81个都是有量的，让你们看见。天然的，天然的。现在啥生意没有钱。你叫我割本儿，我根本都割不住。本都割不住，用啥割不住？这个腿也怪好看，这个鹅汤的串，啊，这个鹅汤的串，啊，这个鹅汤的串。你说的是意是吧？那这个。小东东这边，你看一下这上面有没有？直播给网友选，这上面有没有？也有啊，过来买货。这上面有没有？都不知道卖了多少。哥，你那个不心里话说呀，没有那个土地，老白地方。这家伙。嗯。嗯，小东东姐姐，行，你看一下啊，这上面绿色的如意是吧？就这种的比较大一点的啊。看见没有？哟，这个东西不错啊。穿个桌子一万是吧？没穿上，一个桌子冰走。能看了不？这雕的是啥呀？老子的样子让记住。雕的老子，老子。这个是202啊。你还说横着的？202。这多少钱？这个？2600。2600。这不横着的吗？都在直播，都在直播。好。你看。多少有多少？我是拍视频的。我是拍视频的。就今天咱们找的。又是外卖吗？又是不能，不能卖了都过了。一小块就50多块钱。这小块咋卖了？算了吧。这老板多。呀，下蛋面。啊，小蛋面啊，晚一点跟家里一点，啊，你没法查。哎呀，这个活大小，20.6，20.6，厚度11.2，三个大小还差不多，嗯，就卡一下厚度一样没有，这个厚度是卡十一的，他们看对也是。直播的有几十个。那不补啊？没有过，衡水的，我们也衡水的。八还是那么点吧。嗯，这个。感谢关注啊，这个。感谢关注。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嗯。你也抹到这儿了。嗯。还是累了。你说干呀？这摊儿不多啊，摊儿有个几十个，但是这直播带货的也有几十个。这个不是我本来的，没有以前我厚度呢？十年前没有这种，十年前真没得。大致就这样子，转够圈了啊。咱们市场没开啊，市场开了。还有一个市场随便一趟，那就比这摊儿厉害。每一层有几十趟，然后外围也是多少几十趟、上百趟，都是摆这个和田玉摊儿了。这就占市场的1%的样子。啊。
下山。好玩的东西不多，本身摊儿不多，没啥可挑的。好多人说，哎呀，那么多货，你慢慢细看。你根本都不用细看，知道吧？你喜欢啥，离老远能看得着。不喜欢的，瞄一眼，反正就不喜欢，知道吧？喜欢的，在离老远就看着了，必须得上手。这玩意儿，哎，好多都不想上手的东西。这就是赵哥，咱们的玉雕湾的条河，看没有？因为网上好多拍视频的，哎呀，说哟，我们在玉龙喀什河，喀什河里头捡玉，因为去新疆成本太高了，去一趟你一来一回，路费在吃喝拉撒住店，没有10000多不行。啊，你当地人直接到这个河里头，啊，放两块玉拍个视频，它就成本低，是这个样子。看见山了没有？那个山，山里头还有山。好，今天就这样子啊，回去了。